大家好，我是蓉姐。门前种的四季都可以吃了，结的还很多呢。今天我来做个夏天必吃系列，墙拌四季豆。这个做法简单好吃，最好还是选用比较嫩的四季豆，清洗干净。水烧开，放入四季豆，放盐、香油，这样煮出来颜色会更鲜艳、好看。烧开煮7分钟，四季豆一定要煮熟，放入冷水中泡一下。为了更好的入味，这样用刀尖把它划开。放入大碗中，小米辣切成块，老姜和大蒜把它切碎，干海椒结把它炸成偷油果颜色，倒入碗中。放盐、白糖、生抽、香醋，把它抓拌均匀。抓入盘子中，这实在是太好吃了！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搞一下。西瓜视频。